今天呢，全部过来了，还有这位美女，相信大家在之前那个抓虾的视频中看过，她是沙溪的猪柳，还有小江，我哥过来了。这次那个水啊，放的那个位置不好，把那个水的位置也调一下，因为离那个鸡舍太近了，把那个鸡舍弄得有点潮湿。还有啊，那些珍珠鸡，之前不是养在家里吗？现在要另外给它做个小的窝，将它放到，也放到那边去。在家里的话，有两只狗天天去咬，现在死伤一半了，22只只剩下12只了，没办法，所以到处都是事情。走了，今天去见鸡舍。龙哥，你戴的帽子？我呀，没习惯，等晒晕了那天再说。怎么戴帽子？今天我的小鸡就全部出来了。你去那地里面捡不出这些钱呢？啥个？那地里面捡的出去？出来是捡的出去。兄弟，去砍竹子了。多砍一些这种小竹子，做那个支撑的那个架。将那个水全部引到外面去，等一下还弄一些小竹子放在那个鸡棚里面去，将它架起来一点点，让它飞上去，这样看一下要好点不？紧急避难，加油干！关键这个养不成了，这才是关键。人家网友早就说了，养只鹅，你就不提。你做大哥的就不会给他抓两只来，有的是不是我做的，只会说什么叫知识弟弟，你要管一下我，我怼你晓得，你一个人会很寂寞的。你意思是我就一个人怼就不妥是吧？是。我给顶草帽给你戴，要不要？对。晒黑了，晒黑了没女孩子喜欢哦。那你黑黑变天空。我有老婆要的，女孩子喜欢干啥？你们脑袋。放到这边了哈。只要你守着，我就让他砸。但是他不能批量生产啊。这里建一个那个珍珠鸡的地方，珍珠鸡在家里被那些狗追得惨不忍睹，今天弄一个看看可以做好来不可以，加油干。这个是弄个小的应该挺快的哈。好快呀，满了5单，你这烤鸭是不是简单的？要不要直接削？你要削不可以啊，直接削不得一台。这个是个设计的。
准备弄这一块地方，这里阴凉好，看小江今天一来就开始干活了，多么勤快的小伙子呀。生命不息，干活不止。说得好。我们今天分两批，一批下面啊把水引下去，一批在上面盖鸡舍。小心手哈。好好，行行行行。再打掉。就轮流我，没事。可以打。行，不用抓，你不用抓，我来抓。好，行。这是高楼。看，这个工程。刚才是。算。完工了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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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吧？嗯，再来两次。好了，你别打空了哈。接着腰，这样要这么的。这挖宝藏啊！哇塞，你看有个编织袋，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宝藏呀？宝藏，这是恐怖片，到时候。哎呀！哎呀！别害怕哈，这是烧炭的那个窑洞。窑洞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啊是当年啊、我们读小学的时候，不是一篇课文叫什么麦田翁，知道吧？这个啊就是当年麦田翁他那个窑，这是保存有300年的历史。一直储存在这里，大家先看，现在已经挖出来了哈。这是麦田翁的那个窑，就烧木炭卖的。那里面还有铁。现在呀，就将它填，把填掉去，要不然怕小鸡呀掉到里面去。越挖越大，越洞。你要填满这个空。感觉填满这个空有点压力。多大一堆啊？嗯。那个也是个洞。这下面是大的。这个是小的。这个、烟囱。老哥，我就担心下次水流多了，下次一不。看没有？当当当当，没挖到宝啊！挖到宝，见者有份。还有一个竹编啊。嗯。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家人们，下期再见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